这只高智商的雪狼打算帮他的狮子兄弟越狱。他转过身仔细地研究笼子上的铁锁，发现用牙根本打不开，于是他聪明地找来一根木棍，想用木棍撬开铁笼。狮子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傻兄弟，但还是配合地咬住木棍的另一头，结果啪的一声木棍断了，铁笼子却丝毫未动。雪狼打算先出去再想想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马戏团的老板听到声音赶紧出来查看，雪狼被吓得急忙躲在箱子后面。看到老板打开笼子的一瞬间，雪狼直接冲出来狠狠地将老板扑倒。狮子趁机逃出了铁笼，正当老板一脸蒙圈时，雪狼带着狮子兄弟钻出了事先挖好的狗洞逃了出来。两兄弟久别重逢，开心地打闹着，狮子根本不敢相信呆傻的雪狼真的能把自己顺利地救出来。虽然他们不是同类，但感情却越来越深厚。随后他们朝着家的方向跑去，奔跑了一天他们实在是太饿了，于是偷偷地溜进了一家超市，打算享用一顿美味的自助餐。可他们干饭的声音吵醒了睡觉的保安，当保安开门出来一看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。他赶紧关门拉警报打电话，一气呵成。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可兄弟俩根本不当回事，只管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吃饱喝足的两兄弟继续赶路，虽然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可看到两只猛兽出现，城市里的居民还是被吓得半死。这下事情可闹得太严重了，特警倾巢而出，一路追到山里。马戏团老板听到消息也急忙赶来，他凭借对动物的了解很快就找到了狮子。就在他举枪准备射击时，雪狼直接冲上来为狮子挡住了枪口，然后直接倒地不起。受伤的老板带着儿子赶紧逃离了这里。狮子赶紧上前查看情况，看到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雪狼兄弟，他只能在旁边干着急。此时他们的主人小美开着车放着钢琴曲，狮子听到这熟悉的钢琴声，直接来到路边等待主人。小美下车激动地冲过去，可狮子叫了一声却转身钻进了丛林。他带着主人小美来到了一间小木屋，原来雪狼还活着。虚弱的他见到主人顿时有了精神，但此时大批的特警赶了过来，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这里。就在特警冲进去的时候，小美已经带着两只猛兽悄悄地从密道逃走，然后从一棵树洞里钻了出来。眼前正是小美的私人小岛，因为是私人领地，只要游过去就安全了。但此时大批特警马上就要赶到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狮子示意女孩和雪狼先走，他负责断后。女孩苦苦哀求狮子跟他们一起走，但狮子不想他们一起被抓，他转过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森林。女孩没有办法，只好和雪狼先下水。然而他们没有多远，岸上就传来了枪声，他们奋力地游上对岸。但此时的女孩心如刀绞，他们站在岸边盼望着狮子能够回来，可听到森林里此起彼伏的枪声，小美认为狮子不会再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丛林传来动静，高达威猛的狮子走了出来。这里是小美的私人岛屿，任何人也不能将他们带走。非洲的雄狮和北极的雪狼建立出了非常简单真挚的感情，影片叫做狼与狮子，看了之后给人一种十分温暖的感觉。我是木子李电影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